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讨论事项第一案，邮政患者健康照护服务条例第四条及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7月4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林兆杰委员署分担任主席，卫生福利部林部长奏言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另法务部参事刘英秀、台中市政府卫生局科长陈淑芬、彰化县政府卫生局科长姚玉金等亦分别应邀列席被询。与会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及大体讨论后，旋即对法案进行逐条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全案业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本法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召集委员林淑芬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林委员淑芬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邮政患者健康照护服务条例，请宣读条文第四条。第四条，前条第二项第一款需经中央主管机关审查确认之邮政患者，应检具中毒暴露相关证明文件，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转中央主管机关审查。前项证明文件由中央主管机关邀请专家学者成立委员会审查之。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检验机构出具之协议多氯联苯 PCBS 或多氯呋喃 PCDF 浓度异常报告，得作为第一项之补充证明文件。前项报告之多氯联苯及多氯呋喃协议浓度异常值，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二条。第十二条，政府已列册邮政患者于本条例施行前死亡者，其配偶、直系血亲、卑亲属之遗属，得申请新台币200,000元之一次抚慰金；无配偶及直系血亲、卑亲属者，得由父母申请之。前项之遗属有二人以上者，应共同委托其中一人代表提出申请。第一项抚慰金应于中华民国109年8月9日前提出申请，逾期不予受理。第一项得申请抚慰金之事宜，中央主管机关应将申请书送达遗属，但经调阅户政资料无法确知遗属者，不在此限。前项送达，其遗属有二人以上者，中央主管机关得向其中一人为之，依本条例领取之抚慰金免缴所得税。宣读完毕。第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四条，前条第二项第一款需经中央主管机关审查确认之邮政患者，应检具中毒暴露相关证明文件，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转中央主管机关审查。前项证明文件由中央主管机关邀请专家学者成立委员会审查之。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检验机构出具之协议多氯联苯PCBS 或多氯呋喃 PCDF 浓度异常报告，得作为第一项之补充证明文件。前项报告之多氯联苯及多氯呋喃协议浓度异常值，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十二条，政府已列册邮政患者于本条例施行前死亡者，其配偶、直系血亲、卑亲属之遗属，得申请新台币200,000元之一次抚慰金。无配偶及直系血亲卑亲属者，得由父母申请之。前项之遗属有二人以上者，应共同委托其中一人代表提出申请。
第一项抚慰金应于中华民国109年8月9日前提出申请，逾期不予受理。第一项得申请抚慰金之事宜，中央主管机关应将申请书送达遗属，但经调阅户政资料无法确知遗属者，不在此限。前项送达，其遗属有二人以上者，中央主管机关得向其中一人为之，依本条例领取之抚慰金免缴所得税。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邮政患者健康照护服务条例第四条及第十二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公费法第2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6月27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王兆吉委员一名担任主席，劳动部部长郭芳玉及法务部参事刘成坤等分别应邀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大体讨论后，旋即对法案进行逐条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不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王兆吉委员预名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王委员预名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意？有意？我大概点出主。好，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公会法第26条，请宣读条文。第26条，下列事项应经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之议决：一、工会章程之修改；二、财产之处分；三、工会之联合合并、分立或解散；四、会员代表、理事、监事、常务理事、常务监事、副理事长、理事长、监事会召集人之选任、解任及停权之规定；五、会员之停权及除名之规定；六、工会各项经费收缴数额、经费之收支预算、支配基准与支付及稽核方法；七、事业报告及收支决算之承认；八、基金之运用及处分；九、会内公共事业之创办；十、集体劳动条件之维持或变更；十一、其他与会员权利义务有关之重大事项。前项第四款之规定，经议决订定者，不受人民团体法及其相关法令之限制。会员之停权或除名，于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议决前，应给予其陈述意见之机会。宣读完毕。第26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26条，下列事项应经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之议决：一、工会章程之修改；二、财产之处分；三、工会之联合、合并、分立或解散；四、会员代表、理事、监事、常务理事、常务监事、副理事长、理事长、监事会召集人之选任、解任及停权之规定；五、会员之停权及除名之规定；六、工会各项经费收缴数额、经费之收支预算、支配基准与支付及稽核方法；七、事业报告及收支决算之承认；八、基金之运用及处分；九、会内公共事业之创办；十、集体劳动条件之维持或变更；十一、其他与会员权利义务有关之重大事项。前项第四款之规定，经议决订定者，不受人民团体法及其相关法令之限制。会员之停权或除名，于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议决前，应给予其陈述意见之机会。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公会法
第二十六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讨论事项第三案，劳动基准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6月13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王兆济委员预名担任主席，劳动部部长郭芳玉、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检任稽政邱千芳、法务部参事刘成坤、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专门委员吕世一、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梅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律事务处科长王朝安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备询。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复于105年6月27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继续审查本案，并将委员李彦秀等16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并入审查。会议由王兆济委员预名担任主席，劳动部部长郭芳玉、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检任稽政邱千芳、法务部参事刘成坤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及大体讨论后，旋即对法案进行逐条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于院会进行二读前，不交党案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法案时，由王兆济委员预名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王委员玉敏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劳动基准法第十四条，请宣读条文。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劳工得不经预告终止契约：一、雇主于订立劳动契约时为虚位之意思表示，使劳工误信而有受损害之余者；二、雇主、雇主家属、雇主代理人对于劳工实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为者；三、契约所定之工作对于劳工健康有危害之余，经通知雇主改善而无效果者；四、雇主、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劳工患有法定传染病，对共同工作之劳工有传染之余，且重大危害其健康者；五、雇主不依劳动契约给付工作报酬，或对于案件稽酬之劳工不供给充分之工作者；六、雇主违反劳动契约或劳工法令，具有损害劳工权益之余者。劳工依前项第一款、第六款规定终止契约者，应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内为之。但雇主有前项第六款锁定情形者，劳工得于知悉损害结果之日起30日内为之。有第一项、第二款或第四款情形，雇主已将该代理人间之契约终止，或患有法定传染病者，依卫生法规已接受治疗时，劳工不得终止契约。第十七条规定，与本条终止契约准用之。宣读完毕。第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劳工得不经预告终止契约：一、雇主于订立劳动契约时为虚位之意思表示，使劳工误信而有受损害之余者；二、雇主、雇主家属、雇主代理人对于劳工实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为者；三、契约锁定之工作对于劳工健康有危害之余，经通知雇主改善而无效果者；四、雇主、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劳工患有法定传染病，对共同工作之劳工有传染之余，且重大危害其健康者；五、雇主不依劳动契约给付工作报酬，或对于案件稽酬之劳工不供给充分之工作者；六、雇主违反劳动契约或劳工法令，具有损害劳工权益之余者。
劳工依前项第一款、第六款规定终止契约者，应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内为之。但雇主有前项第六款锁定情形者，劳工得于知悉损害结果之日起30日内为之。有第一项、第二款或第四款情形，雇主已将该代理人间之契约终止，或患有法定传染病者，依卫生法规已接受治疗时，劳工不得终止契约。第17条规定，于本条终止契约准用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与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劳动基准法第14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4案，劳工退休金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6月27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王召集委员玉敏担任主席，劳动部部长郭芳玉及法务部参事刘成坤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及大体讨论后，旋即对法案进行逐条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于院会进行二读前，不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王召集委员玉米补充说明。宣读完毕。现在请召集委员王委员玉敏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劳工退休金条例第5条，请宣读。第5条，劳工退休金之收支、保管、滞纳金之加征及罚锾处分等业务，由中央主管机关委任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以下简称劳保局）办理之。宣读完毕。第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24条。第24条，劳工年满60岁，得依下列规定之方式请领退休金：一、工作年资满15年以上者，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二、工作年资未满15年者，请领一次退休金。依前项第一款规定，选择请领退休金方式，经劳保局核复后，不得变更。第一项工作年资采计，以实际提缴退休金之年资为准，年资中断者，其前后提缴年资合并计算。劳工不适用劳动基准法时，于有第一项规定情形者，使得请领。宣读完毕。第24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46条。第46条，保险人违反第36条第二项规定，未于期限内通知劳保局者，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下罚锾，并限期令其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应按次处罚。宣读完毕。第46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48条。第48条，事业单位违反第40条规定，拒绝提供资料或对提出申诉劳工为不利处分者，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下罚锾。宣读完毕。第48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5条，劳工退休金之收支、保管、滞纳金之加征及罚锾处分等业务，由中央主管机关委任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以下简称劳保局）办理之。第24条，劳工年满60岁，得依下列规定之方式请领退休金：一、工作年资满15年以上者，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二、工作年资未满15年者，请领一次退休金。
依前项第一款规定，选择请领退休金方式，经劳保局核复后，不得变更。第一项工作年资采计，以实际提缴退休金之年资为准，年资中断者，其前后提缴年资合并计算。劳工不适用劳动基准法时，予有第一项规定情形者，使得请领。第46条，保险人违反第36条第二项规定，未于期限内通知劳保局者，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并限期令其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应按次处罚。第48条，事业单位违反第40条规定，拒绝提供资料或对提出申诉劳工为不利处分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劳工退休金条例第5条、第24条、第46条及第48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5案，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8条及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内政委员会于105年7月6日、7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邀请内政部部长叶俊荣列席说明，并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法务部、卫生福利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等派员列席备询。会议由召集委员陈其迈担任主席，经说明及询答后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无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召集委员陈其迈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陈其迈陈委员补充说明。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请宣读第8条。第8条，公寓大厦周围上下外墙面、楼顶平台及部署专有部分之防空避难设备，其变更构造、颜色、设置广告物、铁铝窗或其他类似之行为，除应依法令规定办理外，该公寓大厦规约另有规定或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已有决议，经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完成报备有案者，应受该规约或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之限制。公寓大厦有12岁以下儿童或65岁以上老人之住户，外墙开口部或阳台得设置不妨碍逃生且不突出外墙面之防坠设施。防坠设施设置后，设置理由消失且不符前项限制者，区分所有权人应予改善或回复原状。住户违反第一项规定，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应予制止。经制止而不遵从者，应报请主管机关依第49条第一项规定处理。该住户并应于一个月内回复原状，届期未回复原状者，得由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回复原状，其费用由该住户负担。宣读完毕。第8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8条。第18条，公寓大厦应设置公共基金，其来源如下：一、起造人就公寓大厦领得使用执照一年内之管理维护事项，应按工程造价一定比例或金额提列；二、区分所有权人，依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缴纳；三、本基金之孳息；四、其他收入。依前项第一款规定提列之公共基金，起造人于该公寓大厦使用执照申请时，应提出缴交各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公库代收之证明，于公寓大厦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完成依第57条规定点交共用部分、约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后，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报备，由公库代为拨付，同款所称比例或金额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公共基金应设专户储存，并由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如经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交付信托者，由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交付信托，其运用应依区分所有权人会议之决议为之。第一项及第二项所规定起造人应提列之公共基金，于本条例公布施行前，起造人已取得建造执照者不适用之。宣读完毕。第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八条，公寓大厦周围上下外墙面楼顶平台及部署专有部分之防空避难设备，其变更构造、颜色、设置广告物、铁铝窗或其他类似之行为，除应依法令规定办理外，该公寓大厦规约另有规定或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已有决议，经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完成报备有案者，应受该规约或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之限制。公寓大厦有十二岁以下儿童或六十五岁以上老人之住户，外墙开口部或阳台得设置不妨碍逃生且不突出外墙面之防坠设施。防坠设施设置后，设置理由消失且不符前项限制者，区分所有权人应予改善或恢复原状。住户违反第一项规定，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应予制止，经制止而不遵从者，应报请主管机关依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处理。该住户并应于一个月内回复原状，借其未回复原状者，得由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回复原状，其费用由该住户负担。第十八条，公寓大厦应设置公共基金，其来源如下：一、起造人就公寓大厦领得使用执照一年内之管理维护事项，应按工程造价一定比例或金额提列；二、区分所有权人依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缴纳；三、本基金之孳息；四、其他收入。依前项第一款规定提列之公共基金，起造人于该公寓大厦使用执照申请时，应提出缴交各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公库代收之证明，于公寓大厦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完成依第五十七条规定点交共用部分、约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后，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报备。由公库代为拨付，同款所征比例或金额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公共基金应设专户储存，并由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如经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交付信托者，由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交付信托，其运用应依区分所有权人会议之决议为之。第一项及第二项所规定起造人应提列之公共基金，于本条例公布施行前，起造人于取得建造执照者不适用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与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八条及第十八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六案，入出国及移民法第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内政委员会于2015年6月13日及6月22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将本案提出审查，邀请内政部部长叶俊荣、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晓月列席说明，并请蒙藏委员会、外交部、司法院、法务部、全叙部、卫生福利部、劳动部、侨务委员会等派员列席备询。会议由召集委员黄昭顺担任主席，经说明及询答后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审查完竣提起院会公决，并由召集委员黄昭顺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院会讨论本法案前不需经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黄委员昭顺补充说明。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入出国
及渔民法，宣读第十六条。第十六条，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因侨居地区之特殊状况，必须在台湾地区居留或定居者，由主管机关就特定国家、地区订定居留或定居办法，报请行政院核定，不受第九条及第十条规定之限制。本法施行前，已入国之泰国、缅甸或印尼地区无国籍人民及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未能强制其出国者，移民署应许可其居留。中华民国88年5月21日至97年12月31日入国之无国籍人民及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系经教育部或侨务委员会核准至泰国、缅甸地区回国就学或接受技术训练，未能强制其出国者，移民署应许可其居留。中华民国105年6月29日以前入国之印度或尼泊尔地区无国籍人民，未能强制其出国，且经蒙藏事务主管机关组成审查会认定其身份者，移民署应许可其居留。前三项锁定经许可居留之无国籍人民，在国内取得国籍者，其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在台湾地区连续居住3年或居留满5年，且每年居住270日以上，或居留满7年，且每年居住183日以上，得向移民署申请在台湾地区定居。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于前项锁定居留期间出国，系经政府机关派遣或核准，附有认明文件者，不视为居住期间中断，亦不予计入在台湾地区居住期间。宣读完毕。第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十六条，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因侨居地区之特殊状况，必须在台湾地区居留或定居者，由主管机关就特定国家、地区订定居留或定居办法，报请行政院核定，不受第九条及第十条规定之限制。本法施行前，已入国之泰国、缅甸或印尼地区无国籍人民及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未能强制其出国者，移民署应许可其居留。中华民国88年5月21日至97年12月31日入国之无国籍人民及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系经教育部或侨务委员会核准自泰国、缅甸地区回国就学或接受技术训练，未能强制其出国者，移民署应许可其居留。中华民国105年6月29日以前入国至印度或尼泊尔地区无国籍人民，未能强制其出国，且经蒙藏事务主管机关组成审查会认定其身份者，移民署应许可其居留。前三项锁定经许可居留之无国籍人民，在国内取得国籍者，及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在台湾地区连续居住3年或居留满5年，且每年居住270日以上，或居留满7年，且每年居住183日以上，得向移民署申请在台湾地区定居。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于前项锁定居留期间出国，系经政府机关派遣或核准，附有证明文件者，不视为居住期间中断，亦不予计入在台湾地区居住期间。宣读完毕。三读条文与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入出国及渔民法第十六条条文修正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请 Grass Yukata Yudaka 委员发言。首先感谢陈其迈委员共同提案，也感谢所有在立法院联署的委员同事，还有感谢今天大院所有委员的支持。
支持本席修正入住国及移民法第十六条第三项有关印度及尼泊尔地区无国籍人民取得中华民国台湾合法居留权以之入境年限的规定，目的是为了可以践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施行法，保障无国籍的图伯人在台湾居留工作的权利。今天三读通过这一条法案意义重大，最主要就是有鉴于长期以来中华民国台湾均存在有西藏裔或无国籍的图伯人民因为反抗北京政府对于西藏的高压统治而自印度尼泊尔的国家转展入境滞留在台湾的现象，从2009年迄今已经有100多位图伯人已自焚明志，其中有126位图伯人确知死亡，有6800多位图伯人遭到逮捕，北京政府甚至处罚、惩罚监控自焚者的家人跟社区。中华民国台湾已经在98年3月31号通过《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的施行法，保障无国籍人民的居留跟工作的权利，也成为中华民国台湾应该尽的责任跟义务，所以提案修正此法第十六条第三项。今天是重要的一刻，台湾一直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的立法院有义务透过立法建立符合人权以及民主的制度。谢谢。谢谢古拉斯委员。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七案，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分别于105年5月18日及7月14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均由召集委员段宜康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列席说明外，并请相关机关列席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5月18日听取报告及询答完毕，四于7月14日审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请宣读名称。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宣读完毕。名称照审查会名称通过，请宣读第一条。第一条，为维护刑事审判之正确，避免无辜之人受有冤狱，保障人权维护正义，特制定本条例。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宣读完毕。第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条。第二条，有罪判决确定后，具备下列各款要件而合理相信就本案相关连支证物或检体进行去氧核糖核酸鉴定之结果，可作为刑事诉讼法第420条第一项第六款之新事证或新证据者，得申请就该证物或检体进行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一、申请鉴定之证物或检体为政府机关保管；二、申请鉴定之证物或检体未曾进行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或曾进行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但现已有新鉴定方法；三、申请进行鉴定之方法具有科学上合理性。宣读完毕。第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条。
第三条，依前条所为之申请，由判决之原审法院管辖。宣读完毕。第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四条。第四条，第二条之申请得由下列之人为之：一、受判决人；二、受判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三、受判决人已死亡者，其配偶、直系血亲、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宣读完毕。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五条。第五条，依第二条所为之申请，应以书状叙述该条所列事项之具体理由及鉴定方法或技术，提出于管辖法院。宣读完毕。第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顾立雄等提案第六条不予采纳，请宣读第六条。第六条，法院任有必要时，得就第二条事项为相当之调查，并通知申请人、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宣读完毕。第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七条。第七条，法院对于第二条之申请认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无理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补正者，应定期间先命补正。法院认为申请有理由者，应为准许鉴定之裁定。申请人不服驳回申请之裁定者，得于裁定送达后十日内，以书状叙明理由，抗告于直接上级法院。抗告法院认为抗告不合法或无理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认为抗告有理由者，应以裁定将原裁定撤销，并自为准驳之裁定。前项裁定不得再抗告。宣读完毕。第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顾立雄等提案第九条不予采纳，请宣读第八条。第八条，法院于鉴定结果对申请人有利时，应命鉴定机关将鉴定结果送交去氧核糖核酸资料库之主管机关，并由其进行比对。宣读完毕。第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九条。第九条，侦查机关就证物及检体，应妥善采取保管移转，以确保证物之及检体之正确无误。宣读完毕。第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条。第十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第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第一条，为维护刑事审判之正确，避免无辜之人受有冤狱，保障人权，维护正义，特制定本条例。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第二条，有罪判决确定后，具备下列各款要件，而合理相信就本案相关联之证物或检体进行去氧核糖核酸鉴定之结果，可作为刑事诉讼法第420条第一项第六款之新事实或新证据者，得申请就该证物或检体进行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一、申请鉴定之证物或检体为政府机关保管；二、申请鉴定之证物或检体未曾进行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或曾进行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但现已有新鉴定方法；三、申请进行鉴定之方法具有科学上合理性。第三条，依前条所为之申请，由判决之原审法院管辖。第四条，第二条之申请得由下列之人为之：一、受判决人；二、受判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三、受判决人已死亡者，其配偶、直系血亲、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第五条，依第二条所为之申请，应以书状叙述该条所列事项之具体理由及鉴定方法或技术，提出于管辖法院。
第六条，法院认有必要时，得就第二条事项为相当之调查，并通知申请人、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第七条，法院对于第二条之申请认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无理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补正者，应定期间歇命补正。法院认为申请有理由者，应为准许鉴定之裁定。申请人不服驳回申请之裁定者，得于裁定送达后十日内，以书状叙明理由抗告于直接上级法院。抗告法院认为抗告不合法或无理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认为抗告有理由者，应以裁定将原裁定撤销，并自为准驳之裁定。前项裁定不得再抗告。第八条，法院于鉴定结果对申请人有利时，应命鉴定机关将鉴定结果送交去氧核糖核酸资料库之主管机关，并由其进行比对。第九条，侦查机关就证物及检体应妥善采取保管移转，以确保证物及检体之正确无误。第十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八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第55条、第56条及增订第56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交通委员会于105年6月8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陈学生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交通部常务次长范植谷及路政司司长林继国等说明及回应。本次会议经说明及询答完毕，决议另定期继续审查。本院交通委员会复于105年6月22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仍由召集委员陈学生担任主席继续审查本案。审查过程中，除交通部外，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园市政府、台中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亦均派员列席。与会委员于听取主管机关详细说明及询答后，对本案进行缜密讨论，原完成并案审查。院会讨论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陈学生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陈委员学生补充说明。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请宣读条文第55条。第55条，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修正。宣读完毕。第55条维持现行法条文，第56条维持现行法条文，请宣读增订第56条之一。第56条之一，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但计程车驾驶人或租赁车辆代雇驾驶人已尽告知义务，乘客仍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处罚该乘客。宣读完毕。增订第56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
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五十六条之一，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但计程车驾驶人或租赁车辆代雇驾驶人已尽告知义务，乘客仍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处罚该乘客。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增订第五十六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为2分钟，请柯委员智恩发言。谢谢主席，大家好，很高兴今天立法院能够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正条文。相信大家常常在电视新闻上面看到，很多的驾驶因为不当的开车门，导致后方的骑士因为反应不及而摔伤，甚至让一些刹车不及的大卡车因此碾过的悲惨的一个画面。其实根据统计，从民国101年到104年，因为开车肇事而导致死伤的件数总共13000多条，死亡人数达22人，受伤总人数达16525人，平均每天大概有11个人会因为开车门不当而导致受伤的例子。这么多人受伤，当然有必要来用立法加以规范。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原本的条文是，除非有人受伤，否则不当开车门肇事是完全没有罚则的。因此我提出了第55条、第56条的修法，针对驾驶未注意后方而不当开启车门，就应该给予处罚。但是考量到执法的明确性，所以交通部建议文字修正以肇事为要件，并改增列为56条之一。本席也接受交通部的修正意见，也就是驾驶如果不当开启车门而致肇事，就处以最高3600元的罚则。我在这边要特别的强调，此增列的条文主要是增加原本没有的行政罚，未必要有人伤亡，只要肇事就达到处罚的条件。如果进一步使人受伤或者死亡，该负的赔偿或是刑事责任还是该负的。这个修法的重点并不是在处罚，而是在提醒所有的驾驶人开车门的时候能够注意后方的来车，以减低肇事率。最后再次的感谢委员们还有交通部的支持，让这个条文能够三读通过。最重要的是希望未来民众因为停车不当开车门而导致肇事受伤的比例因此而降低。谢谢各位。谢谢。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9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交通委员会于105年6月8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陈学生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委员李鸿钧说明提案要旨，交通部常务次长范植武及路政司司长林继国等说明及回应。本次会议经说明及询答完毕，决议令定期继续审查。本院交通委员会复于105年6月22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仍由召集委员陈雪生担任主席，继续审查本案。审查过程中，除交通部外，法务部及内政部警政署、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园市政府、台中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亦均派员列席。与会委员于听取主管机关详细说明及询答后，对本案进行缜密讨论，原完成审查。院会讨论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陈学生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陈委员学生补充说明。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宣读条文第54条。
第五十四条，汽车驾驶人驾车在铁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扣其驾驶执照一年，因而肇事者吊销其驾驶执照。一、不遵守看守人员之指示，或警铃已响、闪光号志已显示或遮断器开始放下，仍强行闯越；二、在无看守人员管理或无遮断器、警铃及闪光号志设备之铁路平交道，设有警告标志或跳动路面，不依规定暂停进行通过；三、在铁路平交道超车、回车、倒车、临时停车或停车。宣读完毕。第五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五十四条，汽车驾驶人驾车在铁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扣其驾驶执照一年，因而肇事者吊销其驾驶执照。一、不遵守看守人员之指示，或警铃已响、闪光号志已显示或遮断器开始放下，仍强行闯越；二、在无看守人员管理或无遮断器、警铃及闪光号志设备之铁路平交道，设有警告标志或跳动路面，不依规定暂停进行通过；三、在铁路平交道超车、回车、倒车、临时停车或停车。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五十四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十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交通委员会于105年6月8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陈学生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交通部常务次长范植谷及路政司司长林继国等说明及回应。本次会议经说明及询答完毕，决议令定期继续审查。本院交通委员会复于105年6月22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仍由召集委员陈学生担任主席继续审查本案。审查过程中，除交通部外，法务部及内政部警政署、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园市政府、台中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亦均派员列席。与会委员于听取主管机关详细说明及询答后，对本案进行缜密讨论，原完成审查。院会讨论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陈学生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陈委员学生补充说明。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请宣读条文第69条。第69条，慢车种类及名称如下：一、自行车；一、脚踏自行车；二、电动辅助自行车，只经刑事审验合格，以人力为主，电力为辅，最大行驶速率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且车重在40公斤以下是二轮车辆；三、电动自行车，只经刑事审验合格，以电力为主，最大行驶速率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且车重不含电池在40公斤以下之二轮车辆；二、三轮以上慢车；一、人力行驶车辆，指三轮以上客货车、手拉推货车等，包含以人力为主、电力为辅，最大行驶速率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且行驶于指定路段之三轮慢车；
二、受力行驶车辆指牛车、马车等三轮以上慢车，未依规定向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登记、领取证照及行驶道路者，处所有人新台币300元罚锾，并禁止其通行；且向慢车登记、发给证照、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及其他管理事项之办法，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定之。宣读完毕。第69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69条，慢车种类及名称如下：一、自行车；一、脚踏自行车；二、电动辅助自行车。执行刑事审验合格，以人力为主，电力为辅，最大行驶速率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且车重在40公斤以下之二轮车辆。三、电动自行车，执行刑事审验合格，以电力为主，最大行驶速率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且车重不含电池，在40公斤以下之二轮车辆。二、三轮以上慢车。一、人力行驶车辆，指三轮以上客货车、手拉推货车等，包含以人力为主、电力为辅，最大行驶速率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且行驶于指定路段之三轮慢车。二、受力行驶车辆，指牛车、马车等三轮以上慢车，未依规定向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登记、领取证照及行驶道路者，处所有人新台币300元罚锾，并禁止其通行。前向慢车登记、发给证照、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及其他管理事项之办法，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定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11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之二及第6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交通委员会于105年6月8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陈学生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议中，委员陈超明说明提案要旨，交通部常务次长范植谷及路政司司长林继国等说明及回应。本次会议经说明及询答完毕，决议另定期继续审查。本院交通委员会复于105年6月22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仍由召集委员陈学生担任主席，继续审查本案。审查过程中，除交通部外，法务部及内政部警政署亦均派员列席。与会委员于听取主管机关详细说明及询答后，对本案进行缜密讨论，原完成审查。院会讨论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陈学生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陈委员学生补充说明。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请宣读第29条之二。第29条之二，汽车装载货物超过核定之总重量、总连接重量者，处汽车所有人罚锾，并记汽车违规记录一次；其应归责于汽车驾驶人时，除依第3项规定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即依第63条第1项第2款规定记点外，并记该汽车违规记录一次。汽车装载货物超过所行驶桥梁规定之载重限制者，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其应归责于汽车所有人时，除依第3项规定处汽车所有人罚锾及记该汽车违规记录一次外，汽车驾驶人仍应依第63条第1项第2款规定记违规点数2点。
由前二项规定之情形者，应责令改正或当场禁止通行，并处新台币10,000元罚款。超载十公吨以下者，以总超载部分每一公吨加罚新台币1,000元。超载于10公吨至20公吨以下者，以总超载部分每一公吨加罚新台币2,000元。超载于20公吨至30公吨以下者，以总超载部分每一公吨加罚新台币3,000元。超载于30公吨者，以总超载部分每一公吨加罚新台币5,000元。未满一公吨，以一公吨计算。汽车装载货物行经税有地磅处所5公里内路段，未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或不服从交通勤务警察或依法令执行交通稽查任务人员之指挥过磅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90,000元罚款，并得强制其过磅，其应归责于汽车所有人时，除处汽车所有人罚款及记该汽车违规记录一次外，汽车驾驶人仍应依第63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即违规点数2点，汽车驾驶人有第一项、第二项情形，因而致人受伤者，吊钩其驾驶执照1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宣读完毕。第29条之二，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63条。第63条，汽车驾驶人有下列各款所列条款之一者，除依原条款处罚款外，并予记点：一、有第33条第一项、第二项、第38条第一项、第40条、第45条、第47条第一款至第三款、第48条、第49条或第60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一款、第二款情形之一者，各记违规点数1点。二、有第29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四款、第29条之二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30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情形之一者，各记违规点数2点。三、有第43条、第53条、第53条之一或第54条情形之一者，各记违规点数3点。一、前项各条款已受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处分者，不予记点。汽车驾驶人在6个月内违规记点共达6点以上者，吊扣驾驶执照1个月；1年内经吊扣驾驶执照2次，在违反第一项各款所列条款之一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宣读完毕。第6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29条之二，汽车装载货物超过核定之总重量、总连结重量者，处汽车所有人罚款，并记汽车违规记录1次，其应归责于汽车驾驶人时，除依第3项规定处汽车驾驶人罚款及依第63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记点外，并记该汽车违规记录1次。汽车装载货物超过所行驶桥梁规定之载重限制者，处汽车驾驶人罚款，其应归责于汽车所有人时，除依第3项规定处汽车所有人罚款及记该汽车违规记录1次外，汽车驾驶人仍应依第63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记违规点数2点。有前二项规定之情形者，应责令改正或当场禁止通行，并处新台币10,000元罚款。超载10公吨以下者，以总超载部分每一公吨加罚新台币1,000元；超载于10公吨至20公吨以下者，以总超载部分每一公吨加罚新台币2,000元；超载于20公吨至30公吨以下者，以总超载部分每一公吨加罚新台币3,000元；超载于30公吨者，以总超载部分每一公吨加罚新台币5,000元，未满一公吨以一公吨计算。汽车装载货物行经税有地磅处所5公里内路段，未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或不服从交通勤务警察或依法令执行交通稽查任务人员之指挥过磅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90,000元罚款，并得强制其过磅，
其应归责于汽车所有人时，除处汽车所有人罚锾及记该汽车违规记录仪次外，汽车驾驶人仍应依第63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即违规点数二点，汽车驾驶人有第一项第二项情形，因而致人受伤者，吊扣其驾驶执照一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第63条，汽车驾驶人有下列各款所列条款之一者，除依原条款处罚锾外，并予记点。一、有第33条第一项第二项、第38条第一项、第40条、第45条、第47条第一款至第三款、第48条、第49条或第60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一款第二款情形之一者，各记违规点数一点。二、有第29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四款、第29条之二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30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情形之一者，各记违规点数二点。三、有第43条、第53条、第53条之一或第54条情形之一者，各记违规点数三点。一、前项各条款已受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处分者，不予记点。汽车驾驶人在六个月内违规记点共达六点以上者，吊扣驾驶执照一个月；一年内经吊扣驾驶执照二次，在违反第一项各款所列条款之一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之二及第63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12案：运动彩券发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于105年6月27日召开联席会议，并案审查本案。会议由召集委员黄国书担任主席，邀请教育部部长潘文忠，由政务次长蔡清华代理及相关人员列席说明并被质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进行逐条讨论，完成本案审查。本案审查完竣，提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黄召集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黄委员国书补充说明。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运动彩券发行条例，请宣读条文第一条。第一条，为振兴体育，并筹资以发掘、培训及照顾运动人才，协助国际体育交流，健全运动彩券发行、管理及盈余运用，并促进社会公益，特制定本条例。宣读完毕。第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八条。第八条，运动彩券发行之盈余，应全数专供主管机关发展体育运动之用，不得冲抵政府预算所编列之体育经费，其使用范围由主管机关公告之，并刊登政府公告。前项专供主管机关发展体育运动之用盈余，应以基金或收支并列方式管理运用。主管机关为办理前项作业，得循年度预算程序设置运动发展基金。该基金未成立前，运动彩券发行盈余应于公库设立专户存储，并依收支并列方式编列年度预算。该基金成立后，该专户之结余款应即转入基金。宣读完毕。第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21条。第21条，以强暴、胁迫、诈术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投注标的运动竞技赛事之公平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罚金；结伙3人以上犯前项之罪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罚金。
前二项之未遂犯罚之，拥有运动团队经营权之法人、团体及其代表人、管理人与相关从业人员，应主动配合检察及司法警察机关调查第一项、第二项所列行为，其有隐匿或抗拒，经查证属实者，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第21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28条删除。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1条为振兴体育，并筹资以发掘、培训及照顾运动人才，协助国际体育交流，健全运动彩券发行管理及盈余运用，并促进社会公益，特制定本条例。第8条，运动彩券发行之盈余，应全数专供主管机关发展体育运动之用，不得冲抵政府预算所编列之体育经费，其使用范围由主管机关公告之，并刊登政府公告。前项专供主管机关发展体育运动之用盈余，应以基金或收支并列方式管理运用。主管机关为办理前项作业，得循年度预算程序设置运动发展基金。该基金未成立前，运动彩券发行盈余应于公库设立专户存储，并依收支并列方式编列年度预算。该基金成立后，该专户之结余款应即转入基金。第21条，以强暴、胁迫、诈术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投注标的运动竞技赛事之公平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罚金。结伙3人以上犯前项之罪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罚金。前二项之未遂犯罚之，拥有运动团队经营权之法人、团体及其代表人、管理人与相关从业人员，应主动配合检察及司法警察机关调查第一项、第二项所列行为，其有隐匿或抗拒，经查证属实者，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第28条删除。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运动彩券发行条例删除第28条条文，并将第1条、第8条及第21条条文修正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请黄委员国书。好，谢谢主席。本席非常感谢教育文化委员会以及本院同仁的支持，让本席所推动的运动彩券发行条例的修正案可以在今天三读通过。借由运彩经营以及公益彩券的脱钩，让未来运彩所创造出来的盈余，我们可以全数来回归运动发展的用途，作为改善国内运动环境以及协助基层球员户外交流的后盾。过去政府碍于经费的不足，让国内体育各项运动的推广总是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叹。不过在这一次的运彩条例修正后，我们一年大约可以再增加3亿元的运动经费，也就是现行体育预算规模的3%，让我们可以在捉襟见肘的体育发展上，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基层运动环境的改善。为了回应国人对于体育发展的殷切期待，对于体育环境的改善，单项协会的改革以及体育经费的提升可以说缺一不可。关于单项协会的法制改革，本席所提出的体育团体法草案也已经一读通过，而在体育经费的提升部分，本次法案的通过也是我们对于小英总统希望可以在8年内
让体育预算倍增的一个政见的支持。其实我们台湾真的不缺优秀的选手，让我们国家却没有过去很好的支持，以至于让选手们总是被要求相忍为国。但每一位选手的养成都是必须从基层开始，长时间的培训以及资源的投入。因此对于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还要投入更多对于体育的支持。我们也希望可以一起为国内体育环境的改善而努力，让我们一起为台湾选手加油。谢谢。谢谢黄委员。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十三案，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员会分别于105年4月25日、6月29日召开联席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林维洲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外，相关机关亦应邀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员于4月25日听取报告并询答完毕，四于6月29日审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林维洲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林委员维洲补充说明。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请宣读条文名称。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法，宣读完毕。名称照审查会名称通过，请宣读第一条。第一条，本法依交通部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制定之。宣读完毕。第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条。第二条，交通部公路总局（以下简称本局）掌理下列事项：一、公路之发展与建设规划；二、省道之养护改善与县道、乡道及区道修建养护管理之督导；三、公路之新建及准建工程；四、公路监理业务之规划、执行及督导管理。五、公路之交通管理及安全维护；六、公路运输管理之规划、执行及督导；七、工程材料试验、材料配比设计、工程品质之管理及技术研究发展；八、汽车交通安全专业技术训练检定及公路人员之训练；九、车辆行车事故之鉴定及复议业务；十、其他有关公路工程及监理行政事项。宣读完毕。第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条。第三条，本局之次级机关及其业务如下：一、各区养护工程处执行公路养护及改善事项；二、各临时工程处执行公路新建及准建事项；三、各区监理所执行公路监理及运输管理事项。宣读完毕。第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四条。第四条，本局各职称之官等职等级员额，另以编制表定之。宣读完毕。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行法第五条删除，现行法第六条删除，现行法第七条删除，现行法第八条删除，现行法第九条删除，现行法第十条删除。请宣读第五条。第五条，本局至局长一人，职务列检任第十三职等；副局长二人，职务列检任第十二职等。宣读完毕。第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行法第十二条删除，请宣读第六条。第六条，本局至主任秘书，职务列检任第十一职等。宣读完毕。第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行法第十四条删除。现行法第十五条删除，现行法第十六条删除，现行法第十七条删除，请宣读第七条。
第七条，本法于修正施行前，本局及所属机关各限职人员依下列各款规定办理：一、以《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审定有案之左及以上限职人员，得依《交通事业人员与交通行政人员相互转任资格及年资提恤办法》（以下简称二类人员转任办法）或《行政教育公营事业人员相互转任财计年资提恤官级等级办法》以下简称三类人员转任办法办理转任，以三类人员转任办法转任者，不受机关组织法规锁定同官等职务十分之一员额及非信任或曾任主管职务不得转任主管职务之限制，但已取得高一资位之资格，尚未派补或转任后所需俸级较低，或所支俸级总额较少，或其他改任权益受损者，于中华民国113年6月18日前，得选择依原适用法令规定，并自期限届满一日起，留任原职称原续定资位之职务至离职时为止。二、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审定有案之限职市级人员，于中华民国113年6月18日前，得依原适用法令规定，或取得高一资位之资格，调任本局及所属机关各其他职务，并自期限届满一日起，留任原职称原续定资位之职务至离职时为止。本法修正施行前之交通事业人员公路人员生资考试，于本法施行后5年内以办理3次为限。第一项适用原法令规定人员，得参加交通事业人员公路人员生资考试，改调本局及所属机关各其他职务时，准用二类人员转任办法规定办理。第一项人员经依公务人员任用法规办理转任后，不得再选择适用原法令规定。本法修正施行前，本局及所属机关各审定有案之限职人员，已参加劳工保险者，得于转留任时审定之员官等资位、原职务选择继续参加劳工保险，调任其他职务或升任高一官等资位时，应依规定参加公教人员保险。宣读完毕。第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行法第19条删除。现行法第20条删除，请宣读第八条。第八条，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宣读完毕。第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法第一条，本法依交通部组织法第11条规定制定之。第二条，交通部公路总局（以下简称本局）掌理下列事项：一、公路之发展与建设规划；二、省道之养护改善与县道、乡道及区道修建养护管理之督导；三、公路之新建及准建工程；四、公路千里业务之规划、执行及督导管理。五、公路之交通管理及安全维护；六、公路运输管理之规划、执行及督导；七、工程材料试验、材料配比设计、工程品质之管理及技术研究发展；八、汽车交通安全专业技术训练检定及公路人员之训练；九、车辆行车事故之鉴定及复议业务；十、其他有关公路工程及监理行政事项。第三条，本局之次级机关及其业务如下：一、各区养护工程处执行公路养护及改善事项；二、各临时工程处执行公路新建及整建事项；三、各区监理所执行公路监理及运输管理事项。第四条，本局各职称之官等职等级员额，另以编制表定之。第五条，本局至局长一人，职务列检任第13职等；副局长二人，职务列检任第12职等。第六条，本局至主任秘书，职务列检任第11职等。第七条，本法于修正施行前，本局及所属机关各限职人员依下列各款规定办理：
一、以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审定有案之左及以上限职人员，得依交通事业人员与交通行政人员相互转任资格及年资提恤办法，以下结算二类人员转任办法或行政教育公营事业人员相互转任财计年资提恤官职等级办法，以下结算三类人员转任办法办理转任，以三类人员转任办法转任者，不受机关组织法规锁定同官等职务十分之一员额及非现任或曾任主管职务，不得转任主管职务之限制，但已取得高一自卫之资格，尚未派补或转任后所需俸级较低或所支俸级总额较少或其他改任权益受损者，于中华民国113年6月18日前得选择依原适用法令规定，并自期限届满一日起留任原职称原续定资位之职务至离职时为止。二、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审定有案之现职市级人员，于中华民国113年6月18日前得依原适用法令规定或取得高一资位之资格调任本局及所属机关构其他职务，并自期限届满一日起留任原职称原续定资位之职务至离职时为止。本法修正施行前之交通事业人员公路人员申资考试，于本法施行后5年内以办理3次为限。第一项适用原法令规定人员得参加交通事业人员公路人员申资考试，改调本局及所属机关构其他职务时，准用二类人员转任办法规定办理。第一项人员经依公务人员任用法规办理转任后，不得再选择适用原法令规定。本法修正施行前，本局及所属机关构审定有案之现职人员已参加劳工保险者，得以转留任时审定之原官等资位，原职务选择继续参加劳工保险，调任其他职务或升任高一官等资位时，应依规定参加公教人员保险。第八条，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名称修正为《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法》，并将条文修正通过。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处理到此为止。下午5时处理临时提案，现在休息。
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我们先请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王玉明委员，王玉明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简东明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简东明等13人，鉴于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为改善全国自来水管线漏水问题，推动降低漏水率10年计划，104年度虽成功将漏水率降低至46.63%，但却是改以较低基期计算方式而得结果，有高估降低漏水率办理绩效之嫌，业经审计部104年度总决算审核报告中列案，为珍惜水资源，因此原提案要求台湾自来水公司重新检讨本案真实反映降低漏水率10年计划办理绩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简东明等13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李彦秀委员。本院委员李彦秀等13人鉴于C型肝炎强害国人健康甚巨，提供C型肝炎新药供民众使用，显有助于提升病人福祉与健康。然司法院第473号解释理由书即兼并全民健康保险之给付，应严守必要性原则，仅限于支应维持全民健康制度之必要费用，且全民健康保险给付与被保险人负担之费用其实必须相当，一针C型肝炎新药由全民健保总额支应，恐悖于全民健康保险社会保险之本质，是以就提供C型肝炎新药提供病患使用之所需费用，自无从纳入全民健康保险之保险给付，而应珍惜数由单位预算之应，方为正办。原建请卫福部应尽速编列单位预算之应C型肝炎新药，不得由全民健保保险各部门总额来之应，以维护国人医疗权益。本院委员李彦秀等13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蒋乃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蒋乃馨、王惠美等17人，根据国内食品输入统计，进口黄豆中基改黄豆占97%，非基改黄豆仅占3%。而食药署表示，进口的基改黄豆几乎都用于榨油和饲料，但市售的黄豆制品或饮料却几乎都标示着非基改，令人质疑3%的非基改黄豆能制造那么多的非基改的食品吗？基于国人食品安全考量，本席要求行政院善用食品进口大数据，揪出虚伪标示之厂商，加强食品安全稽查，让消费者实在安心。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蒋乃馨等17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赖世拔委员。主席、各位行政，本院赖世宝等11人临时提案，有鉴于交通部公布车辆安全检测基准的规定，自105年开始要分阶段强制汽机车出厂的时候，需要配备日行灯来降低未来车祸的发生率。但是呢，因为本规定目前只能够要求新车，对于已领牌上路的旧的车辆，
并没有办法有制约力，以加上国人白天开灯的习惯，已经关灯的习惯已经深根蒂固，可见未来推动效果是有限的。有鉴于此，原提案要求行政院对于所属单位在106年编列预算的时候，应该将现行公务车辆安装以及引擎联动的车头灯或日行灯为表率，那么另针对道路使用频率已经比较高已领牌的营业用车辆，以专案补助的方式强制安装，以降低车祸的发生率，是否有当进行公决？本院委员赖世宝等11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严宽恒委员，严宽恒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陈怡民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陈怡民等18人临时提案，台湾不少家庭想收养无依的儿童，但收养的之路呢是波折跌宕。儿少法规定收养的儿童以国内为先，但却未规范寄养家庭有优先权。如果原本寄养的孩子要被收养，要被出养，寄养家庭又能够收养，这样不是很好的结局吗？台湾人不是没有爱心，是受到了法令的限制，才会出现无力抚养的台湾小孩多被国外收养的争议。原件请行政院应该要思考，让法令适度的松绑，多点人性，少点冷漠。主管的机关卫福部、社家署应该透过滚动式来全面检讨收养制度的相关规定，避免再有更多家庭面对不舍与难过的境况，是否有当，请公决案，谢谢。本院委员陈怡民等18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高陆仪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高陆仪用等11人临时提案，有鉴于105年度大学入学指定科目考试中多科试题与原住民族相关，然而其题目与答案对于原住民族教育的思考性不足，且均以选择题的方式呈现，答案过于片面，加深学生对原住民族社会文化之误解。因大学入学指定科目考试对学生具有总结其学习成效之效果，若题目中所含价值观不够多元，将无法验证出应考者是否具有现代人应有之多元尊重素养。原此建请大学入学考试中心2个月内修正学测指考命题工作小组手册及学测指考命题工作小组手册针对命题小组、命题顾问之聘任原则及规约等相关规定，于命题委员、顾问中纳入具有多元文化与民族意识之命题专家，是否有当进行公决？本院委员高陆仪用等11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王玉明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王玉敏、陈学胜、陈英杰等14人临时提案，有鉴于我国高达22.7%之县市，仅有7%到7.5%家户可以上网，部分县市民众曾使用电脑比例甚至不到70%，显见现行普及偏乡数位应用计划执行成效不彰，资讯应用上仍有明显城乡差距，不利儿少之资讯学习发展。原建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教育部会同原住民族委员会完善乡镇数位发展基础建设，均衡建置数位机会中心，将增加偏乡基地台建置、提升偏乡上网速度等列入优先推动政策，以强化儿少资讯应用能力，保障偏乡及原住民孩童的资讯应用权，是否有当？敬请公决。
本院委员王玉敏等十四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请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报告院会，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我们继续处理复议案。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本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二案、第六案、第七案、第九案、第十案、第十三案至第十五案、十七案、十八案、二十一案至二十五案、三十二案至三十五案、第三十七案至第四十三案及第九十四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请公决案，我们决议另定期处理。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进行到此为止，现在散会。